欢迎来到 Nico 的开箱败家时间，耶、yeah! ！最近怎么觉得 Nico 好像很常出开箱？就对，还记得我在上一支说书里面就是有提到说，我不小心呢经过百货公司的前门，然后呢就不小心的花了一些钱买了一点东西呢，反正他们总算寄到了。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开箱这个。Opson 的眼部按摩器，不是这个啦，这是送的啦，就是我买了 一些东西，所以他送了我这个价值1000多块的眼部按摩器。我觉得这个应该也蛮好用的，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测测看。应该很多人都像我一样，整天坐在电脑桌前面，一整天坐在电脑前面超过8个小时。然后回家呢，我还是个兼职的 YouTuber， 所以我还要坐在电脑前面剪片，直到晚上2点。所以我几乎一整天坐在椅子上超过14个小时，没有夸张。就算我在录影，我还是坐着。所以我买了一点东西犒赏自己，应该不过分吧？啊，它有说明书哎。什么玩意儿呢？严格说起来，它是腿部按摩器。那正式在网络上的名称叫做高跟鞋美眉。据说它这边用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印制方式是什么水印染的方式做的一个机壳，所以它的机壳会一直都这么漂亮。它总共有3个颜色，然后我买的是粉红色，另外2个颜色都是白色的机身，然后白色的机壳。那至于为什么我买了这个颜色呢？因为柜姐说买这个颜色的都是年轻妹妹。我是母亲节的时候特惠买的，所以它分期付款下来还是不便宜，但没有到我负荷不起的程度啦。哎，每个月要多认真努力，少骂 PM 一点。一条电线，它的屁股后面是一个电线，接着开关，放腿的地方它是可以像这样子扩充的，所以如果你的小腿肚是很粗壮的话，你可以把后面这边拉开。你们应该看得见，它这边其实是有拉链的，脚套的地方是可以拆下来洗。刚好它附赠了一本说明书加一张中文的，这是版面的贴纸，这样刚好，因为我可以让你们大家看，就是它上面有几种模式。当初我买的时候，我就是看中它有很多种模式可以选择，总共有呵护、舒缓、反射区、滚轮、美腿，还有助眠。这一台相当轻，它号称是可以躺在床上用，底座比较重，上面这边很轻。有很多人说轻到可以一只手举起来啊，我是觉得一只手有一点勉强，还是有一点点重量，大概就是微星的2台笔电这么重吧。最酷的是啊，它还有温热功用。温热功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售货小姐是跟我说，我可以在腿上涂乳液之后，把腿用保鲜膜包起来，放在这里面用温热模式，这样感觉就会像三温暖，而且乳液的吸收也会变 double 效果，腿就会变得非常保湿。这对我一个撒哈拉沙漠干肌的女生来说，太心动了。完全打中我各个角落，重点是最后一句，分期付款一个月也只要付1000块哦。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先来试用吧。好，我们店员就来个 on。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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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亮了。OK， 一个插入 switch。哦，有了，有了。我现在是用舒缓的模式。然后它其实还可以调局部滚动跟美腿模式，不是局部滚动，反射区滚动。对，什么叫反射区滚动呢？其实反射区滚动就是针对脚底板特别去做加压。我现在来试一下反射区滚动中，哦，脚板很用力耶，哦，它还有按那个脚踝，就是凹下，哦，脚板，球板，呜呼呼，脚板。非常用力的在滚脚板，它里面有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滚轮，然后是各种不同的在挤压那个脚板，
然后里面有一颗大颗的经过那个脚板的正中间的时候，好有感觉，哇、哦，好痛！这是针吗？这可以当游戏惩罚最后那个道具，哇，是又舒服又痛，就是那种你们知道的，去按摩脚的时候会有那种很想要师傅助手，可是按完的时候他一放开那个点，就会觉得哦，好舒服的那种感觉。哇！他在很用力，在大拇指下面那块凸起来的肉，哇！啊！我应该身体真的很不太好。Oh my gosh！ 我为什么每一个月要花1000块折磨我自己？真的好痛，你们不能理解。我按后面超舒服的，按那个脚跟上面那一凹下去的那一块，那叫什么脚筋吗？哦，对，脚筋，按脚筋超舒服的哦。它会按压一段，然后就会松气，然后当它松气的那一瞬间，我也会啊、哦，我现在只有中而已耶，那墙不是超痛的吗？等一下按美腿，然后按墙好了，试试看。Holy shit！然后我现在是把机器放有点斜斜的，就是让我的脚现在是可以打直的状态，因为在按摩的时候尽量不要让那个气，它已经要把气往上按了，所以尽量不要让膝盖脚不要做弯曲动作，尽量让它伸直，然后是放松的，你这样才能让气往上按，或者是如果水肿的话才能把那个排掉，不然会通通都积在膝盖这里，会造成膝盖酸痛。这个也是销售的柜姐跟我讲的，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啦，反正就这样。接着我们来试美腿模式吗？哦，有，美腿就是按小腿，天哪、啊，我就是需要他按我小腿，哦，好有感觉，不能动，我小腿不能动，哦，世界爽，这个真的世界爽，按小腿按得非常到位耶，因为就是膝盖下面大概20公分处左右，你套到小腿。有把腿套进去的地方，它几乎都有按到，然后刚好就按到那个萝卜最后那一块。对，其实我有点想要靠这个削萝卜，就是有人帮我按摩这样。它这里面呢，除了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叫做循环自动按摩程序。哦、你们应该无法理解，一边按小腿要怎么一边正常的讲话。哦好，哦死 get 啊！然后那个自动按摩循环程序，只要一按下去的话，它就是上面的5种按摩的模式会自己轮回播放。啊啊！我的世界痛！哦，超级 ！Oh my gosh！现在买的话还会送这个眼部按摩器，那眼部按摩器听说啦，在外面试驾也不便宜，也要个1000-2000块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次趁活动买超划算的。Opson 他们家的东西，其实我们家本来就有在买，他们 Opson 很常搭配节庆做活动。如果你也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去他们柜上试坐，试坐是不用钱的。然后有时候逛街逛累了，我可能最后一站去百货公司逛街，我最后一站就是 Opson 的柜，我就去那边稍微坐一下，然后试用一下他们家的东西。他们的小姐人都很 nice， 就是就算你什么都不买，你去那边放松也很 OK。那里面是放一颗 AA 的电池，哦，这可以拆开，它有副电池，好，接着这个是这样吗？哦，那个大颗滚轮在滚脚板，真的很。这边有一颗电源，按下去之后它会震动，哎，它是会震动的。然后这个应该是这样吧？哦，我现在看起来一定很好笑。这个好像没有按到眼睛，还是我的使用方式错误吗？哦，这样，原来我要戴上面一点，这样真的会让眼部舒缓吗？不知道，这个我可能要试用一阵子。眼部按摩对我来说应该还蛮需要的，因为常常用眼。不要再用大颗的滚我的脚板了，我求求你，我招了，我什么都
的那一颗拔掉的很浅，那颗是按摩这些穴位真的很痛哎。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开箱分享，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这大概是我有史以来绝对不会再有更贵的一次开箱，也很难说。但是这真的是我买过最贵最贵的一个奢侈品，这真的是超级奢侈品。我可以一边剪片，然后一边按摩，然后一边哀嚎。我想，对我未来的人生应该会。反正我会持续使用，然后如果真的对于腿部有任何帮助，我会持续观察它的变化，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说这一台长期按摩下来是不是真的能够美腿。我相信很多女生都会在意这个，这一台真的有没有效，有没有办法真的能让腿越来越漂亮。 Nico 一定每天认真按15分钟，然后告诉你们我一个月或两个月后下来是有什么样的变化，持续不断的推坑你们。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用订阅代替掌声，或者在下方帮我按个喜欢，右上角的资讯卡以及荧幕上的方框，别忘了帮我点一下哦，做你们粉丝该做的事吧。我们就下一支开箱影片见，大家拜拜。